两边呢，这样子，分成两边，对，分成两个。头挺多的。头后面痒，来，往后面痒一点。这么痛？不痛吗？痛就说啊。我都不说话了。嗯、你不是教过什么地下党那个考试吗？他说的也不是。嗯耳朵好烫，谁在说你？好痛啊！好痛，主要还是痒不行。是紧张吗？手拿出来吗？拿一下，不要使劲扯啊！扯啥？你看中间这个就是，你头中间这个地方。
就是那个流汗分出来的点。他的刘海是那样子分的，他之前那个齐刘海从这样子打过来，后面又扎起来，刚好一条线。太阳在那里晒一条线。这平时就不要分刘海的。好。对呀。你说是不要晒太阳了吧？不是。这样子就不花钱了。